Load up! Shall I let it shot?就这个黄掉了，这个要去掉。 给升级，冒汗了，吃过吗？吃过吗？鬼头鸡，有点难了。 哎，我操！哇！哎呀，可是硬啊！哎，不敢大声说话了，也不敢要双击了。哎，板板正正吃点海鲜，降降火。嗯，行。真上一锅。 大大的海鲜，哎呦！来点老干妈，哎呦我不敢吃了。等一会儿这个大绿贝爆头，哎呀，爆头现在个别的带有大米，哎，那个海螺，哇，皮皮虾、墨鱼螺，墨鱼螺全是水，我靠，你看全是海水。 哇哦！好玩吧？来点生抽，哇，流口水了，想不想吃？想吃来呗，反正我跟你讲，什么东西都不多，就这个。你看这海参。 我还没有把它给杀了，这海参得把它给从肚子，哎呦，肚肠的，我认为它会砸到我。你说人家海五星是五个腿的，为什么你要多出一个腿出来？这不是海五星吗？你看，这就是海五星这里面这个，吃就吃这个。 嗯，你知道吧？特别，很多人不知道海五星一弄出来怎么吃啊？吃什么呀？对不对？海五星其实是一个很补的东西，很多人他不知道。嗯，这种东西就是往小一点的时候可以泡酒，你知道吧？给个双击，双击。 哎呦！面包蟹，我的天哪！
我去，我去的嘞！我靠！我靠的嘞！我靠！我靠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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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
个119报警啊，对吧？哦，哎，面包蟹现在不咋肥呀，水黄，你知道吧？没有大膏。嗯，海螺。对，不过我把这个海螺我挑了个小一点一点的吃，肥一点的话都是拿来卖的，看到吧？哎呀，把这个地方给它用手给它这样子给它弄一下，然后把它这个黄，你看到吧？这叫黄，你不要跟我讲它是粑粑，你知道吧？你个挨千刀的，这是那个鳃，每一个后面它都会一条黑杠，给它摘掉。给我个双击呗，挨千刀的，给我个双击呗。海螺，哎呀，就是屏幕怼两下，哎呀，嗯，姐们，海鲜小锅，哇塞，扇贝，嗯，太肥了，嗯，对家。嗯，进来的哥姐们，呵呵，如果你也被缠到了，给大哥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。嗯，搂个鲍鱼，补补。哎呦，哎呦，鲍鱼的这里啊。哥姐们，吃鲍鱼这里不能吃啊，它的粑粑啊，这里是牙齿，呵呵，拿下来，剩下这块大肥肉，嗯，老香了，再来一个，啊，啊，哎呦。嗯，太嫩了，它的肉。这是双击啊，哥姐们。鲍鱼，看到没有？这是那个鲍鱼。哎呀，鲍鱼有很多地方它是不能吃的，你知道吧？它就是这个，看到吧？这后面这地方不能吃，看到吧？哎，就是剩下这个是，哎，这边也不能吃。就是剩下这个就可以吃了，是吧？鲍鱼，嗯，一口高蛋白这种鱼太营养了，嗯嗯嗯，扇贝肉香，哇，放了点老干妈，嗯，舒服，对。这是扇贝肉，还长的，嗯，嗯，哎呀，迷你，哎呀，这小蟹，这小蟹可以吧？哎，什么也没有，空的。你不是要吃螃蟹的吗？还吃吗？不肥，是吧？啥也没有，这个有东西，
个肉多，腿上的肉多。现在有刺，扎嘴，呸呸，兄弟！如果小老弟能一口懵，请给小老弟来个双击鼓励一下啊！啊，鼓励一下，老弟要一口懵了。双击啊！海鲜一点锅熟了，大姐，来上一碗大米饭。嗯，上面肉，来点汤，嗯，太香了啊！说实话，像这种小海螺是特别好吃的，越大越老，小的过瘾，一口一个，我就喜欢。哎呦我操！嗯，不用拿杆，不用拿裤衩。今天来解剖一个八爪鱼，哎，看看它的内部结构。哇塞，哇塞，这个是黄，这个是墨囊，这个就是什么就不知道了，啊，哇塞，嗯，哇，巧克力一样，嗯。一个字香，嗯，嗯。